要不藏哪儿啊？躺在鲜花丛中呗啊！你要是年前躺，大伙儿非得想起朝鲜某领导人来。不聊这话，您是有点像，还没戴墨镜。你说人也奇怪哈啊，谁跟谁长得就挺像，有时候净说哎，你长得跟我们家谁谁谁哪亲戚似的啊，哎，你像像我们同学，净这样，不新鲜。尤其亚洲人很相似，好多人说像金同志，并不是对死者的不尊敬，没有。还有人说我，哎呀，郭德纲长得跟金日成似的，谁说的？这死了还占便宜呢，你这。今天我们爷儿俩能够这样儿，很开心，很开心啊！刚才高峰和罗云平表演一段叫《口吐莲花》，传统相声，是一个传统节目，包括这个打脑袋，嗯，这是个技术手段。对，曾几何时，有很多同行对这个认为应该批判。哦，哎呀，在舞台上打脑袋，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象！啊，这都咱也不是完什么高人说的吧？嗯，是吧？但其实大可不必。你说你看个电影，咣一炮轰了好几千人，你还不真逼真吗？舞台上这都是假的，又包括我们这扇子根本就它根本不疼，它是经过处理的，经过处理的有声音，对，都是拿火烤过声音。一天我都不累啊，我累，受得了受不了。上了台表演的节目，这是人物，对，他表演的是那个财迷疯了，非要跟人学东西啊，为了挣钱吗？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鼓励大家啊，自食其力，哦，不要占便宜，这么一种精神啊，还是有教育意义。你这么说，这个节目马上起死回生。当然了，也有人说这看不下眼去哦，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很少演这个口吐莲花哦，因为我把它改了，是吗？啊，抛弃了这些个扇子这类东西哦，我换成铜棍子。哎呀，嚯，咱俩千万别演这节目，或者大铁棍子你喜欢吗？那找铜主任去，真快呀，真快，好像刚封箱就开了箱了，没几天，箱子也不够折腾的。这是农历壬辰年，对啊，想要孩子的你们要努力了。哎，这都挨着吧？今年适合壬辰，这都不是一个意思。新年新气象，那倒是。希望大家笑口常开，有个好身体。好，希望于老师健康快乐。谢谢。保持您的三大爱好。你可别提这三大爱好。希望我也能够学有所成哦，完成我的目标。好啊。因为我除了说相声之外，嗯，我还有我的业余爱好。哦，您也有其他爱好？这个只能说是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。哦，啊，我有个想法，您说说。这个，别别，您瞧，大伙儿呢，我没跟别人说过啊。我这人也是知己不多，我就仨朋友。是吗？一个普通的，一个文艺的，一个你。我今天准备告诉你，别告诉我了，这个。我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？啊，这是实话实说啊，这是我多年来一个梦想啊，我现在非常迷恋科学。什么叫迷恋科学？就是我非常希望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啊，做一些跟科研有关系的事情。那是好事儿。譬如说，嚯，你这还真像。我这给你讲，譬如会写这俩字吗？啊，会，会写。哎，你会说吗？不会。那你这个慢慢有机会教你啊。您说这个打个比方说啊，我现在对穿越我是非常的感兴趣。嚯，您还研究的挺高端，穿越研究了十几年了。哦，只不过最近这两年电视剧借鉴了我的手法。借鉴您的手法？包括一些小说、啊、穿越小说。嗯，人生活在现代，是突然间出点什么事儿，裤衩就穿越了。这是穿了，这是，哎，这不是穿了，这穿越吗？穿越，我都没听说过。穿越，穿越，穿越！您研究十几年了，您身体够好的。
这老着凉。咱说正事儿行不行？穿越，穿越，穿越。对，怎么穿越？它就是保持一个同步的空间。哦，这两个空间它要保持一个平行的状态。是，只要位置方方面面都合适，那么你肯定就能够很顺利的，还是穿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说这么难就能穿越过去？好多小说都有，好多电视剧都有，你看过没看？我还真没看。你家有电视没有？我们家有电视，老演这个。你还经常买点盘盗版盘看看，听这个。您这科学成果都盗版盘里研究出来啊？能耐大小不问正版盗版。哦，我研究了。啊，我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我都磨着，是拿着那碗，我是不是能穿越呀、啊？我是不是能穿越啊？哦。啊，一块的朋友还帮助我啊，走你！哎，结果呢？其实要吃的米饭也没事，但是炸酱面，好家伙！你说我能不能穿越？哎，要穿越到唐国庄的女朋友那儿去看，我嫂子，别提这个，没成功。嗯，拿汽水瓶子我也是。哦，我能穿越吗？这里头太小，那眼儿是进不去。嗯啊。看着马桶我也是这大，我能穿越吗？回答我，回答我。哎，好家伙，越看越恶心，你这玩意儿。后来我想起来啊，人家电视剧里边穿越它是有先决条件的。什么先决条件？比如说嗯，被害，还要被害，半夜走街上谁过来卡了一刀，哎呦，当时哭嚓穿越了。哎，这可以试一试。您试一试。哎，这要您被害过去穿越再回不来，您可要了命了。哦，这我倒也考虑过啊，我倒不是这么想。嗯，万一夸给我一刀，我穿越过去了，是我那边待着时间长点。嗯，当我穿越回来的时候，你们把我装在盒里边了，我要噔噔噔一敲，你们会害怕吗？我们就能吓死了这个。关键是一开开这盒能迷你们眼。您这太缺德了，对啊啊，试试吧。嗯，夜半三更还真是走到街头。嗯，谁杀我、哦、朋友们好，谁来杀我？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怎么连个坏人都没有？还找坏人呢？这哎，前面有一个姑娘。哦，她不是坏人吗？我跟着她走着走，姑娘一回头，好像她发现了什么。那就是看见你了呗。走得特别快呀、啊！吓我一跳。他走得快，我也赶紧快走。追他呀！他一会儿跑起来了啊！他跑，我也跑。是。他那啊，我跟着。我到前面拐弯，人家进楼道了啊！我累得跟什么似的。是。结果我也没发现有什么东西追我们。那是人家拿你当坏人了，知道吗？没成功啊。没成功，接着再研究，我发现车祸是个好办法，还是死。哈哈，一撞上，哭嚓，这老哭嚓哭嚓的，这就形容嘛，这一穿越，当哭嚓，我穿越过去，哎，当，我越来身体越不行了，就是形容嘛，这个，这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啊，不是，您就说穿越就行，上马路，站街上来车啊，你撞我。这不你撞我找死呢吗？这他奔我来了啊！我要穿越，撞，真撞！再睁眼在医院里，可不是在医院呢吗？躺着床上、啊，墙也是白的，单子也是白的，哦，这挂着输液的瓶子，好家伙，旁边摆小桌子，啊，几瓶水，哦，有一个盘子装的葡萄干，干果。我妈坐在这边，嗯，你可醒过来了？你瞧这事儿，哦，没事，妈您放心，嗯，不要紧，这不练穿越吗？是不是？魔怔了。哎呀，谁给我买的葡萄干？我最不爱吃葡萄干了。哦，买的是葡萄啊！你都昏了一年多了。嚯，撞得真不轻，这下。出院之后，我都觉得很难过。哎，能出来就不错。哎呀。穿越没成功，给家里惹这么大祸，还得想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死你摸电门，哟，拿手一摸电门，啪，死了，苦嚓，真穿越了这回，万没想到成功了，嚯！
列位啊，记住我今天的金玉良言。怎么着？只要想穿越，就去摸电门。哎，这你呀、啊，我教给他们大的啊，因为我真成功了。那也没人学这玩意儿。眼前一片白光哦，再睁开眼，我坐在一个花园里边。哦，眼前摆着八仙桌子。四干四仙四民间四碗荤三个天碗四点心，真讲究，满汉全席。嚯、哦，两旁边丫鬟才女无计其数。你瞧，我这顶戴花翎，哦，三绺胡子，这挂着朝珠，当官儿。呵，啊，太有身份了啊！看着两边是啊，我说我是谁呀、啊？还先问，旁边的美女乐了，要，您怎么把自己都忘了？就说是，您是何大人呢？何大人，嘿嘿，谁呀、啊？和珅，嚯，清朝位极人臣的身份，这是大官，满洲正红旗，牛不鲁氏，对，和珅和世龙，哎，乾隆皇帝的亲家，哎，那是军机大臣领班的要臣，最有身份了，嗯，一等忠贤公啊，是，位极人臣，我让你们都听话，好啊。今天我刚刚来啊！什么叫刚刚来呀、啊？不是大人，您说什么？对，闭嘴，闭嘴啊！你别说话，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啊！菜上齐了吗？嗯，是大人，菜早上齐了，您吃吧。嗯、等会儿啊、嗯，等我拍完了发个微博，咱们再吃。哎呀，嗨，您这谁听得懂呢？他们也不明白呀、啊。啊，我说你们都听话，我宠爱我的了。那是。哟，大人您忘了，乾隆爷驾崩了。死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正月初三哦，今天正月十八，我可看过历史啊。正月十八是和珅去世的日子，死的那天，我穿越过来是他最后一天。那您也享受？哎，我这正说着呢啊，来了一帮太监哦啊，拿着一个白色的铃子。对对对，何大人啊，皇上让您升天，四白。看过历史的都知道，嗯，和珅最后正月十八上吊勒死的，是啊，脱过白绫子了，我眼泪都下来了啊！但是我要有我最后的尊严，我还尊严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这不挨着知道吗？啊，您这两码事，这差远了。我怎么看那电影里边英雄最后都这儿喊一句？那是，那不是那年代、啊。我喊完了，太监都傻了。啊、哦，明白。说的怎么？哎，就是。我这个咱们商量事儿，我位极人臣啊，啊，所以我今天要死的话，你们得对我好一些。那首先说我这个棺材，我得要顶配。什么叫顶配？带天窗，真皮座椅，四方房。坐汽车里死的这啊？你们研究研究吧。啊，我先散散步，溜溜。太监们一块商量啊。咱也知道我跑不了啊，我抹头就走。跑得了吗？一转身有一影背墙，咣撞着。嗨，没瞧见。眼前一黑啊，哭嚓，我就回来了。我还以为撞穿了呢，怎么能叫什么大鱼？是，这也不是这个，反正就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一撞就回来了。哦，啊，穿越感觉很简单，摸电门就走啊，撞墙就回来。瞧他摸着规律了。列位，记住我这个秘诀啊！而且这一次我就有了经验教训了。怎么？不能穿越到古代？对，他没有电门啊。对，你要想那么回来不容易，非得撞一头破血流。哎，老得撞呗。可以穿越到民国，哎，那儿就有电了，对吧？对，一摸电门，嚓，哭嚓，又去了。再一睁眼，哪儿？坐在火车上。啊，有火车，窗外边蒙蒙亮，火车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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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人都穿越了，这是。火车的声音吗？呜，打到了就注意。什么乱七八糟？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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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跟穿越都是一声。哎。穿了一身大元帅的衣服，这又是官，留着胡子，拄着我这刀。几点钟了？东北口音，说了一句东北话啊。旁边有副官，报告大帅，早晨五点多钟了。哦，我是谁啊？还是问您，大帅张作霖。嚯，哪一保安？没想太好了啊！那东三省都是我的，可不是吗？还好，到哪儿了？报告大帅，嗯。黄姑屯、哎哦、没来得及反应了，都日本人埋的炸药，那是啊，黄姑屯把我给端飞了。哎，对，没来得及哭嚓，临死我还得喊呢啊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您喊这个倒对了，
回来之后一琢磨，感情死了也能回来，撞墙也能回来。哎，这俩方法，回来是回来了，我这穿越这梦没有实现。没再穿越，我很希望能回到中国的古代。我要成一个真正的英雄，古代的英雄，一摸店门，大哭嚓就走了。这回呢，坐在马上，威风凛凛，手里端着枪。哦，大英雄，身后站着都是我的兵啊。是啊，大旗子呼啦啦，行书就卷。哦，呵，心里面高兴，美了。哎呀，我说咱们这是哪儿啊？回禀将军，东岭关。这个关，哎，东岭关不是啊？我是谁呀？嗯。这您怎么连您自个儿都忘了？对呀、啊，您是守将，卞喜，卞将军，卞喜，东岭关，记住。嗯，对面敌人可就来了，我打仗，坐在马上拿着青龙偃月刀，哇、哦，大红脸，五柳长髯，这是关羽关云长，碰上关公了，呵，到我跟前了啊，我还没说话，人把刀举起来，哦，咔，哎呦。使我眼前一黑呀！啊，哭啊！哎呵，好嘛！再一睁眼，怎么样？到了洛阳呀，洛阳城城门以外，嗯，坐在马上，还是将军。旁边还有一人，这是你叫什么？先问他，你不认识我呀？嗯，我叫孟坦。哦，你叫韩福。哦，韩福，韩福，你叫孟坦。嗯，咱们等谁？等关公吗？嗯，怎么还等关公啊？正说着来了啊！大红脸，五柳长髯。拎着刀，好家伙，到跟前，哎呦，我要穿越，没穿越，再一睁眼啊，哟、嗯，我是孟坦了，哎，穿越到这边来了，旁边这脑袋下去了，哎呦，那也是我啊，这别跟人说这个了，关公没理这事，咔，哎呦，一道白光。就别哭岔了，死着就回了，怎么再睁眼到泗水关，泗水关，泗水关守将叫孔秀，对，坐在马上端着刀，还是你，对过来一大红脸，又来了，五柳胡子拿着刀，好家伙，哎呀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全让你赶上了，我已经占了三个名额了，嘿嘿嘿，就说是，这是第四回啊。说了话就到跟前了啊！我说咱们能商量点事儿吗？商量商量。去你的！哎呀，好，什么都没商量出来。人头要落地，我喊了最后的一个愿望。您喊，我要当关公。哎呀，这不差。怎么样？坐在马上，哦、我是那大红脸，五柳长髯，成功，青龙偃月刀。哦，抬头一看，城门上写着，写着麦城。没去对地方也不成，我这个命怎么这么惨呢、啊？全名额，哎呀，往前走吧。啊，头里大坑，我知道啊。关公倒霉倒霉这坑里边了，就是摔在这儿了、啊。我万一能穿过去，是不是历史就可以重新改写？是真敢想，啪啪啪打了三下马，马一窜过去了，腾就掉里边了。好，还是掉里头，掉坑里边喊一句话啊，打到日本帝国来，摔死都不多，知道吗？哎。死之前我许了个愿啊，我能不能穿越成一个让我有点身份的人？身份？我希望做一个八零后、哦、一个天才、啊、一个学贯中西会好几门外语的人、哦、会开车会打仗，是一个神一样的人，真是有大批的人疯狂崇拜我、哦、很多成年人做不到的事我十几岁就做到，哎呦，我会成功的，哭嚓，这回金正恩有小跟头就，哎，这话死了都值。你想，我在穿越城啊，今日成的天，不是真成功了？成功是成功，但是第一啊啊，我就会说一句思密达。嗨，我估计他们得造我的反啊。第二来说呢，老吃辣白菜，我可受不了了，海鲜素。但是这一下给我提醒了啊，我要做一个外国元首。一个有身份的人、哦、啊，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啊，我要穿越，晃一撞墙，噌一下子，怎么样？哼，往这一站，我这个精神，黑皮鞋，小料裤子，白衬衣，黑西装，嘿啊，英姿飒爽啊，两边有人搀着，那就有份了，扶着我走到一个有绳套的地方，这是你一摸这胡子，萨达姆，嚯、哦，
拨胡子还出，我这刚一拨胡子，这套好了，一顿光机给我弄这儿了，死了，眼前一黑啊，再一睁眼是，我躺在一个榻榻米上，盖着白单子，脑袋缠着布，长胡子卧口眼，正躺着呢，哗门开了，进来一帮美国人端着枪，拉灯，嘿，拉灯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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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没跑不了，把我打死了，打死我不要紧，我很自豪。怎么呢？你想这拉灯多了不起啊！啊，美国人打了整整十年，对，动用了数万亿美元的军用经费啊，数千名士兵丧生，真是全世界顶级的这些个科技所产品啊，最后找着这人在自个儿家里边，哎呀，白费劲吧，这死也值了啊！那倒是。死之前我喊出了最后一个愿望，就说说大难不死必有下回，活该嘛，这不是还必有下回。在空中穿梭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问我，快说向左还是向右，方向不是向左呢，卡扎菲，卡扎菲，向右金日成，好，我说向上，上帝，哎，这就活不了了，回不来了啊！我说不行，我得回到中国。是，我吃饭我也不习惯。我当一个中国真正的英雄，一个英俊的一个小白脸大英雄。嗯、啊、嗯、啊啊、再一睁眼，坐在白龙马上，端着枪，又是银盔银甲，嘿，长得别提多好看了。这回是两军阵前杀敌无数，哦，所有士兵都围在我身边啊！花木兰万岁！女的呢？您这不是穿越，您这是变性去了，上面成功是成功了，但是好像不是特别方便。太不方便了，这可怎么好呢？这是啊啊，不行，我还得穿越啊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还没当过女的呢，啊，这还上瘾了，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啊？许个愿吧，啊，我要成一个美女，也成，哭嚓。成了吗？再一睁眼，坐在镜子这儿描眉画鬓，真是长得要多好看有多好看，那就是成了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多好，会有很多人宠爱我，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。没错，正高兴呢啊，门帘一挑，进了一人，谁呀？大高个攥着刀，哦，嫂嫂，武松有话说，好家伙，这就要宰。哎呀，我这个命怎么这么不好啊？就说是点儿太衰了啊，太背了。我攥着这口刀，我说告诉你，我死之前有一最大的愿望 啊。虽然说身为女的了，日后我也要当一个女皇上。皇上一刀下来，鲜血喷出来，啪、再一睁眼，怎么样了？我坐在太和殿上，嚯，就是故宫啊。那是，呵，眼前挂着帘子，帘子头里边坐一小皇上，我跟着坐着。哦，这能想着我是西太后，一点不假。嘿啊，回头旁边站着李莲英，嘿，大太监李莲英，是是他。于谦，哎，不是，这我呀，是的，于谦也穿越了啊。嘿，你想到啊，不，我在这儿碰见他了。啊、来人呐，怎么着，把他拉出去给我杀了。我招你惹你了？于谦死之前喊了句话呀，喊什么了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我也。送东西，别买这些，因为他摆不了几天。